谈到台湾第一美女萧蔷，大家印象中她是五官精致，皮肤白皙，清纯可人，在年轻时出演的多是清纯佳人，尤其擅长扮演古装美人。近日曝光的她的近照让人惊叹，55岁的她身姿依旧火辣，修长美腿吸引眼球。虽然已经很久没有演戏了，但是这位台湾第一美女依然让人期待她的青春永驻。